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如果我问你什么，你是否想到妈妈梦中的惊奇？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你会不会把善良当作路牌？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你是否让它酣睡，不再彷徨？变形记，爱到最美是陪伴。哥，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叫那个吴什么新的，对吧？不是吗？不是。吴。陈鑫。不是。那你说。吴玉鑫。不是，鑫是中间的。鑫是中间。吴鑫玉。我在记住你的名字，你都没怎么记住。我啥啥呀？吴鑫卿。我记住两个字了嘛，起码。吴鑫，你说吧。萍水相逢的萍。吴鑫萍。吴鑫萍。马杰，休息会儿。你帮我再贴一下这个，我要跟妈妈。晕晕的还是？帮忙啊，你姐。我拿了我。在右上方。那个？没有了，没有了。拿完的哦。流水壶呢？哪里？流水壶呢？都提着。小哥，妈，行，咱协商一下。我到我们家去买灯吧。我去。这样。封面是吧？封了，好像我不知道。这瓶，这是你的，他这个袋，他这个袋，哥，你不放心。太久了，先睡吧。哎，老婆，你包他咋包你？这是啥？你把铺盖先接到那个炕上铺上，再包我。你隔壁咋铺的？我不知道。好了。啊，我是江苏人。你是？哦，你个啥都。江苏人。我这下房套你个房套。哪里有事吗？你就不唱。听见一下。哥。我叫黄润秋。你怎么跑到我？自嘲点，叫我往哪去？1、2、3、4、5、6、7、8、9、10、11、12个银行。去年好像17个。去年17个。去年被住个银行，住个客户，连在这个床面。他早上就算早走了，你看没看？那我就去上了，找你了。就是上，他上去年就是上了。12个。3×4，12个。有地毯什么的，还有柜子、桌子什么的。没有。去哪里？报名。
签合同，签字上，人家说酒驾到签啥字？去报名。在哪里吧？啊？给我看，你给我看那得多吗？去老师办公室。哦。人家同学了，人家不冷吗？啊，不冷不冷。我真的不冷，晚上比较冷，现在还好。啊。初三了已经了，哈，是吧？你看着我得行。我不行，我欺负到我哪去了？啊好，你这次有点吧？不错了，你该就干啥去。然后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星期一下午。哦，今天星期几啊？啊。那你还是不冷吗？哎呀，不冷，还好，一点点。你不学习了。看看状态如何？不，你再给自己打几票啊？嗯，好。走。嗯，走了，那拜拜，再见，再见。冷不？啊？冷不？还好。还好。嗯。你哪块的？哦，我们江苏的。I'm Chris Huang. I don't know how to speak Chinese. So when I was in UK, I don't have to sign up. I just have to come to school before one day it starts. And I just like this will be the school like they will take you.Visit the school like for 2 hours, then you will take the uniform and you go back to the like your own house and you go back to hotel and tomorrow you just like go to school like as normal. 好啦，这是给后期的听力训练吗？嗯。他那边学英文吗？学英语不好。英语不好。嗯，不安逸。新品包括英语，那我就放他。可以。这边太好了。嗯，现在学什么？学单词什么？我还不清楚，报不开班。啊。应该单词过了，初一就开始学了。嗯，初一就开始，现在初三了。嗯。小学那时间那会儿都学了。嗯。少。他英语物理都不好。英语物理。英语还好，物理。以前还好，现在差得很。嗯。上一次考的特别差。嗯。学生高兴的，哎，还有个哥哥干的真好。谁啊？学生说有个哥哥真好。嗯。别老大不好。哦，他是老大的。啊。他以前就说，要是有个姐姐或者是哥哥。人家就说你跟新源换了，这个批评弟弟啊，就说我叫哥哥，我不要弟弟。你觉得刚刚在学校怎么样 ？It was kind of good, but like, you know, there's like too many students living one room, and there's no desk or like cupboard to put your clothes in, and yeah.It's obviously quite bad because it's in a village. I got no feeling. It's not hard because it's quite simple. It's just you guys
You guys English is so bad. 老二多大？老二16年。好小啊，06年，现在才11岁。嗯。老二是19年里面19号的。六月，嗯。新学是03年元月号。嗯。这个老三是12年11月1号。嗯。12年。嗯，12年11月1号。10后。他比我高大好多了，高那几个多呀，就是，他不拿镜头，高就是挺好。老二是个害羞的人，胆子小。你看，我已经算好的。他毕竟村里面的孩子嘛，高二小的多了。看到没？您觉得他有些什么优点啊？这几天来，他那个有些事，他不知道他像一个。下个手机的硬件不知道那个心里面我觉得挺针对的，因为他也不急躁啊，他新源爸爸啊要是没演出他就着急了，我看他挺心急的，这一下这么多就先睡到现场，毕竟刚开始不好接受了，脾气挺好的，脾气挺好的，人家都说他不听话的，可能那边的爸爸妈妈都脾气好，是吧？都还可以，还可以吧。我哥，我看你跟你性格看啊，那个爸爸妈妈脾气我们好多了，我两个心思都急。嗯。他比新源爸爸比我还急。脾气差是吧？嗯，脾气差得很。嗯。着急了你吗？我也小。着急的很多，你着急就。